虎年 special 嘅第一晚，请咗 Mr. 同埋阿通见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 ！Hello， 新年快乐 ！Hello， 阿通。嗱，頭先咧，老咧阿通未出個聲，啲人懷疑阿通係唔喺度嘅，咁啊，但係其實阿通係而家即將要出聲啦。可唔可以阿通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，向 Mr. 講下，其實你嘅經歷係點嘅咧？即係講自己以前嘅故事。首先啦，恭喜發財先啦，恭喜發財，係咁啊，正常身體健康啊，係。係咁誒，咁我講翻啲冇咁健康嘅生活先啦。係就係嗰時咧，我就2005年暑假啦，係 Form 4升 Form 5嘅暑假啦。咁就去咗新加坡探親戚去玩，咁就去做熱身運動，準備去游水啦。咁就去到泳池邊度就跣腳跣親，咁就跌咗落泳池度。係咁跌咗落泳池度咧，已經手腳已經喐唔到啦。咁就喺水入邊就。開始不夠氣了，跟住就個腦裏邊咧就覺得，有啲唔妥喎，跟住就個腦咧就不斷閃咗啲好多畫面出嚟啊，屋企人啊、朋友啊，一啲好開心啊，同啲同學做過嘅事啊、學校嘅嘢啊咁樣，啲畫面出曬嚟之後，到最尾咧，到最後一啖氣都冇啦，咁就個心入邊就講咗句説話，唔係就咁就玩完啦，就。暈咗啦，然之後就有人救你，係啦。到我醒翻嗰時咧，就已經喺泳池邊啦。通咧就係好欣賞啲夾 band 同埋會玩樂器嘅人嘅，所以我就問佢阿通你有冇咩偶像啊？因為新年好想你同一個自己偶像見面，於是佢就講咗我好想見到 Mr.， 咁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 Mr. 同阿通見面啦。我嗰次其實我第一次接觸 Mr. 咧就係、我上年我在醫院做完一個月的定期訓練啦，嚇成個月做啊？係啊，成個月住院添。咁就出院嗰一日咧，就搭嗰啲復康巴士翻屋企啦。咁就聽收音機，個司機好聽，都我聽下收音機。雙台啊？係，好彩啊！係啊，有時佢轉慢咗，話唔係啊，9903，係咁又放咁啱播如果我是陳奕迅，咁就我出嚟聽，我聲都唔似陳奕迅。跟住咧，後屘跟住個 DJ 講話，係 Mr.， 跟住我咁奇怪嘅，點解有把咁似陳奕迅嘅聲？跟住我就嚇，跟住諗下諗下，係喎，陳奕迅好似冇乜歌過。跟住我就跟住又不聽，即係有個即係一定 tick 起咗個條引，個引頭起咗，即刻係 search， 佢即刻 search。上 YouTube 聽一下先咁樣，咁又幾過癮喎！即係翻咁樣，好開心啊！聽即係聽，假如個如果是陳奕迅咧，哇！佢哋即係好開心啊！聽完首歌之後，於是你就係咁不斷，譬如上網啊，或者揾朋友啊，揾咗佢好多佢哋嘅音樂嚟聽，咁就發現好啱 feel 係咪？係啊！而且我記得嗰一日我坐緊車咧去個巴士站咧，啱啱係做緊嗰個廣告咧，係If I Am 嗰只碟，咁我就睇下啦，9903，都係903，係啦，咁就即刻mark 低個日子，因為嗰陣時係8月尾，咁啊咁我就即刻mark 低個日子，就等緊咁出嘅。係，咁你就迷上咗阿 Mr. 啦。咁而今日嘅禮物就係我入到嚟見到有隻Mr. Like Black 嘅瓶裝版，你自己噶嘛？係啊，係啊。咁我哋梗係送一隻限量版，限量版，仲要喺度簽埋名，佢哋喺度做一個阿通嘅簽唱會，唔係做簽名會，做簽名會。我想知道個限量版有咩特別㗎？係咁，我想我冇喎，好似 Black 唔知咩。我哋就解開咗呢度嘅個底呢度啦。係。咁我幫你搣開佢先。哇！呢個好似一本嗰啲記事簿嘅，你要買啦，陳哥。我梗係啦。其實唱片公司非常之有心意，就係驚啲人唔知道我哋個樣係點啊。就呢個特別版咧，係有我哋嘅寫真集喺裏邊，即係唔係寫真集啦，我哋啲生活照啊，病咗又陽影下咁樣。同埋入邊係有一塊阿郭文輝嗰個牌子啊 4A。一塊吉他，吉頸鏈，有 CD， 有 DVD， 有 DVD， 艾倫華再加99，就經過唔知邊個開光嘅一塊吉他壁咧，就會帶嚟好運嘅。咁可以慢慢揭，有 DVD 咯。我哋啲相，即係其實
可能是很少的禮物，但是希望你喜歡的。不如阿通，你就將你的禮物說出來是什麼呢？其實是一封信，就有一式兩份，其實都不是一樣的。Mr. 來上來我家之前呢，就很俾心機寫了一封信出來。多謝，謝謝阿通。我們會想著拿相架箱的，我講真的。後面另外那張電腦打的那張就是詳細版，有簡短版的私信和詳細版。現在阿通，不如你是送這封信給 Mr. 就可不可以在現在這個時候讀出來給我們聽一下？就好像在我那時睡在醫院的病床上，連坐起身都不得，個腦不斷想這些東西，又想不斷搖擺我的生存意志。直到遇到了 一位朋友，他是我中學同學，他在我出院前那幾天來探望我，那天就出了食飯看戲，他想給我驚喜，連電話都不給我，他捉了在醫院等了6小時，到我見回時已經夜晚了，我們聊了那幾鐘，然後他就要走了。哇，我到現在都很感動，很多謝他。我抽了森林其中幾句，其實真的好像我現在的情況，我覺得命運就像大廈，如都市環法，凌亂如燈火中的文化。我令我想起思考一下，就算有多大的事情都要去面對，只要去面對，只要去克服，都好像大廈一樣屹立不倒，發出異彩。雖然我做了你們一個不是很久的 fans， 但我一定會繼續支持你們。很多謝你們在我心情沒那麼好很差的時候，你出現陪伴我啦。好期望將來無論開不開心，我都好開心你會陪住我成長。咁我祝你哋 Mr. 紅館演唱會完美順利，加長加長再加長，唱片賣到變白金唱片。多謝，好啦，謝通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多謝，多謝曬。我哋希望我哋會俾到更多更多嘅温暖俾你。係因為You are not alone。真的我們 Mr. 不是偶像那麼簡單，我真的希望有機會可以跟你譬如溝通多一點，你 send email 給我們，看看有什麼幫到手，還有你喜歡碟的我們自己送給你都無所謂，去演唱會飛，但是很感動你將我們想做的成果你 prove 出來，你證明了一件事，就是歌是真的可以感動到人，人也都會被音樂感動。多謝你，好，多謝大家，希望大家虎年都快樂啦。好 ，OK， 新年快樂，拜拜。Hey Ronnie， 可唔可以介紹下 Mr. 最新歌最重要嚟聽下？梗係可以啦 ，Mr. 嘅新歌最重要咧，係寫俾每一位中意 Mr. 嘅人嘅，亦都係當然啦，亦都係俾埋所有係中意音樂嘅朋友嘅，係咪 MJ？ 冇錯。其實 Mr. 新歌最重要的 MV 咧，除了是莊少榮好精心打造之外咧，佢亦都俾咗一個很好嘅機會，我哋五個一起幫手，大家密切留意，係咪阿湯？係啊。咁最重要呢只歌在我哋未嚟即係探阿通之前咧，咁其實已經係有一啲畫面去點錄只歌 ，Aaron 亦都即係好清楚係只歌係點樣唱。咁依家覺得最重要的真係自己身體嘅健康同埋自己的生命啦。咁最重要係真係送俾每一個愛錫身邊嘅人嘅。身邊每一個認識 Mr. 傾過 Mr. 嘅人，其實都好重要。每一個都會諗翻起都會覺得好感動。而呢首歌裡面我自己都用了很多心機去 picture 這個畫面，然後唱出來，希望你們會在聽這首歌裡面嗒清楚每一句，雖然很簡簡單單，但是簡單裡面其實感動的意義最大，即是不需要 太過刻意。那這首歌希望你們會喜歡，然後到3月6號7號可以一起去啦啦啦 wow wow wow